披萨，博世界之冠，顶级美味击败意大利冠军，台湾人来的，这是不及格，这个披萨真的就是完美。今天的披萨是真的让我有点惊讶，比照烧披萨好吃。我在台湾吃过最接近意大利的味道，还在爱面子，还在爱面子，甚至超越。不要忘记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